这个是怎么的？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啊？宝蓝说要跟着我，我把人家撂那儿。宝蓝，选择结束。 咱们人少，咱们分得多哦。但我们其实评分了会其实比他们少，但是我觉得也挺好，一人评分15，18分啊。18。大家都拿到了自己新的 MC 俱乐部卡牌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今天的最终任务地点，希望两队在主理人的带领下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。 来吧，上车吧！走吧，走吧。唤起美味，真相美好，一起安慕。小兰，你知道我有你们那年冠军的签名啊？你会看吗？看。哦。 我以为你们工作会很忙，就是闲暇之余这就是正常，正巧在播就看。我想说，我现在蔡文姬还蛮厉害的，我只要蔡文姬就是 MVP。关键不是我们带你们打呀，那你的角色是？Baby 姐还在跟人聊带带我。<笑>我觉得你来我这个队是别有用心呐。那必须的，你以为？<笑>刚才是故意输的吧？你以为？<笑> 这一天换了3个颜色，谁不是呢哥？我也是。哪一个？一天了，一分没丢。<笑>真是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、啊。我们真是有点幸运在身上。<笑>你知道名字起得好，白鹿。真是一路平安。<笑>我们是一路平安队。这就是人生啊！不要太有期待，也不要太自负。 平平淡淡，你就会迎来最好的结果。是的。为什么放这首歌？哎，陶醉。哎呦，深深，整活了开始。我们要听 live。哇，好高啊！ 你还是没忍住，还是给他们凑了素材了。<笑>但凡咬牙，忍2分钟，他就白放了这歌。勾引我的歌瘾。你刚才这2个高音儿，好了，可以停了。<笑>素材够了，来下一首大鱼。<笑>可以。到了。呜呼，到了。 哇！我去！我的妈呀！这什么阵仗啊！哇，这么多人！把这想躺平也不好意思了。Hello！哇哇！欢迎大家来到绍兴市镜湖二体中心。二体中心是镜湖新区的核心区域，由体育馆、游泳馆和射击射箭馆等区块组成。 这里同样也是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之一。我惊呆了！哇，这么多人！Hello！我的妈呀！哇！好专业啊！真拔河啊！ 真拔河，真的是拔河吗？真是拔河呀！这哪拔得动啊 ？Oh my god！ 真是拔河呀！想躺平都不行了，已经。